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巴黎地堡。大家应该已经收到了税务局群发的邮件，关于如果报税有错误，可以点击进行修改。这个信啊是群发的，不是针对有错误的人发的。因为有的观众来问我说收到了这个信，以为是自己报错了才收到了，非常的紧张。但是不是的，这个信是给大家的。但是如果觉得自己去年确实报错了税，那么就可以直接在网上修改的。修改办法，直接登录自己的税务局的页面，点击进去修改就可以了。截止日期啊是今年的12月14日，所以大家还是有时间的。但是这个只是修改去年的税，如果发现前年也错了，大前年也错了，那么这个修改的话就需要拿到那一年的税单了。我们可以在网上下载当年的那个空白的没有填的税单，或者我们直接去税务局找他们拿纸质的，然后需要重新填写那年的税单寄给他们，或者是直接在税务局给他们，他们回复的速度不会那么快，基本上要等几个月以上或者是半年。如果只是比较小的错误，只是一个数字填错了，也可以试试看直接在税务局的内网里面写个站内信给他们，说你有一些小错误需要更改的，或许小错误他们就帮你改了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。新观众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法国买房、理财、避税还有福利的经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